据媒体报道，韩女团 AOA 人气成员雪炫经受品牌邀请参加米兰时装周，21日晒出秀场照，旁边却坐着一个熟悉的面孔，让粉丝惊喊是雨神。拥有独特时尚品味的萧敬腾过去就一直是该品牌的爱好者，雪炫照片发出后破次元的相遇同框，让不少粉丝觉得很新奇，笑说活久见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